你有食药啊？嗯，食药啊，我拢今日。昨天洗头没吹风机。对啦，这里没有吹风机。那你没去接？没有啊，我以前都是擦干而已。哦，那昨天没办法。我因为暖气不够，没有那么暖。可是我觉得我擦得很干，我摸一摸蛮干的，还好。来自拍一下，你那个脚架还没装好，来我装好。